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迪丽热巴米兰时装周走通道，王俊凯保镖寸步难行，金秀贤待遇秒杀。王俊凯保镖寸步难行，迪丽热巴却轻松闯过米兰时装周。在米兰时装周这个备受瞩目的舞台上，众多明星云集，其中包括气质女神张柏芝、猪猪以及流量小花赵露思、迪丽热巴等人，他们的出现让时装周更加热闹，也吸引了众多外国友人的目光。迪丽热巴以其独特的造型和优雅的气质成为了焦点，让人难以移开视线。迪丽热巴身着一件白色礼裙，裙摆轻轻摆动，与黑色卷发相得益彰。她的妆容也十分精致，红唇抢眼又不失优雅。在走通道的时候，她用手遮挡着烈日，因为来得比较早，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然而当王俊凯到达现场的时候，通道已经人满为患，保镖寸步难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炎炎烈日也让经纪人十分担心。与国内明星挤通道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知名韩星金秀贤的待遇。金秀贤根本不需要在烈日和人潮中走通道，还有豪车接送。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还受到了迪奥老总的亲自接待，众多工作人员护送着他进入内场，待遇完全秒杀了其他嘉宾。从二月份出席巴黎时装周时的待遇来看，金智秀也是备受宠爱，一下车就受到高层的亲自迎接和全程笑脸相迎的待遇，还被拉着手走入内场。虽然她的妆容和发型受到了网友的争议，但是这些都无法影响她的待遇。尽管内娱明星在国际知名度上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从这次米兰时装周的造型和妆容来看，迪丽热巴无疑是最抢眼的一个。她的出现让人们眼前一亮，也证明了内地艺人在国际时尚舞台上同样可以大放异彩。首先，迪丽热巴的时尚感和审美无疑是一流的，她选择的服装和配饰总能凸显出她对时尚的独特理解，不拘一格的风格让人印象深刻。在米兰这个国际时尚之都，她的着装选择恰到好处，既突出了她的气质又不失个性。她的时尚造型无疑是整个时装周的一大亮点。此外，她的妆容也十分精致，她的皮肤光滑细腻，妆容自然而精致，凸显了她的美貌和气质。她的妆容不仅符合时装周的氛围，还彰显了她的专业化和品味。她的红唇更是为整个妆容增色不少，吸引了众多关注。此次米兰时装周的亮相让人更加期待迪丽热巴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她的时尚品味和出色的形象管理能力让人印象深刻。尽管内娱明星在国际舞台上还有一段距离要走，但迪丽热巴的亮眼表现让人相信她未来将有更多机会闪耀在国际舞台上。期待看到她在未来的国际时尚活动中继续展现她的魅力和实力。你觉得金智秀和迪丽热巴谁更胜一筹呢？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